圣德高僧们的重要答复。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回复求证者们的提问。农历正月十四，第十四道答案。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没有内密坛场。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是佛教史上唯一的一位获得各大教派领袖摄政大活佛门最多最高认证的佛陀。仔细查过佛教认证史上没有一人超过。你如果不信，请你指出过去或现在有哪一位圣者有先例，又有哪一位圣者有如羌佛的五明高度，确实无人能比您。羌佛不是你认为的没有内密坛场，灌不了内密定，而是你不具资格接受真正的内密灌顶。羌佛是佛陀，不需要内密坛场，正如释迦牟尼佛一样，佛陀所在传法之处，就地即是圣意悉地的内密坛场。末之尊者说，我本人和比我高的欲尊、圣尊，都是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佛陀恩师为我们灌的真正内密进行圣因种子灌顶，乃至大家知道的去年成就的造育圣圣德，也是羌佛恩师为他做的内密本尊法缘灌顶，所以阿弥陀佛才亲自传圣法给他，他才证到了欲知时辰生死自由的境界，观世音菩萨也才显形，当着大家接走他。再说几句，羌佛不是大菩萨，必须要用法规内坛才能灌顶。羌佛是佛陀，哪里都是圣意内坛。南无第三世多杰羌佛度脱的大成就者非常非常的多，全部都是真人真事摆在那里。除了南无羌佛，这世界上有哪一位有这么多实力呢？难道不是吗？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代大圣德们执笔回答提问。2018年3月1日。